大家好，今天又是一个大阴天，这两个星期天气都不好啊，周末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吧。长发超市，看看他们的榴莲，现在猫山王榴莲越来越贵，13块钱，一九七。哇，莲藕有特价，莲藕。到里面看一下。我还是买到了。这里也是长发超市，这100个奶奶叫100个，就开张吧。
现在要小心一点了，在缅街左拐右拐都被开罚单，两部警察车在这里执行哦，看到没有？有些外走来不知道就被开了大罚单了，前面就有一部外走来的，因为他这个牌子 No Turn 是白色的，看到白色的很难注意到啊，非常危险。Coco 啊，里面是带一个 Sugar。所以开车要非常注意。老板呢？我们明天要。两部警察车在这里守候。只要你左拐右拐的话，完了。因为它的牌子是白色的，你稍微不注意的话就被警察给拦起来了。现在开张罚单也不少钱，还要扣分哦，真不是开玩笑。过马路，自驾游轮机票换驾照，外州驾照转换，机票五万元中国护照，大使馆转车。这位小哥在这里买卖水果，新开的吧？来，好友。那个是特开不一样的那种，我去看看吧。这重点后边有我们食堂。然后去 Everton。看到应该是没有路了，
哇，下雨来路，赶快走路。警察车还没走啊，还在这里啊。他不走，我走了。嗯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